六讲，坡、山根、路径和田园的画法。在上一讲中，我给大家讲了，山水画的山脉走势和山园法。那么通过这张作品，大家能够看出来其中的高原法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构图。高原法是由下而上，由下仰视而上的一种感觉。那么通过这些山脉的走势形成了一种气势，所以这在中国画中是典型的一种构图的一种方法。那么其中还有平原法和深原法，在平原法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构图方法，你比如说这种构图的方法，它就是其中的一种三元法的表现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平原法，这在芥子园画谱中已经完全的体现出来了。那么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种表现手法。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芥子园画谱中的一些其他的画坡的方法和画山根，农田，也就是园林的这种农田，包括路径的一些构图方法。坡的分类：土坡、石坡、土石相杂的坡。坡的体式：上平下广，上开下合，直插云中，又平又大，又尖又陡，横卧直竖。你比如说这里是一块石头，那么怎么样画坡的感觉呢？坡的画法：土坡，质地松软，宜用披麻皴，坡面做60度以内的倾斜状，坡脚与水相连或形成路径。它是一个同样的一块石头立于山底下，那么如果在坡上的结构，你在构图的时候就要学会要平淡中出奇，因此就在它的立面形成一种坡的感觉。中国传统画里面有很多这种平台式的坡面，形成坡的走势和形式。在用笔的时候，要把坡的立体表现出来。使它的立体感更加强烈。你比如说这些小斧皮的运用，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皴法的运用，这就是山根的一种含义。在画的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好节奏，这是我反复跟大家所提到的。山坡的立面可以运用一些披麻皴的方法，表现江南土质松软的这种结构。
使画面更加丰富。在笔墨运用上，也要由远而近，把距离慢慢的推过去。这就是山坡的简单的一种表现手法。石坡，质地坚硬，宜用小斧劈之类的皴法。坡面如削平，则留为空白。坡侧用较密的沟皴。提示：画坡时应土坡、石坡相间，大小积攒而成，不宜以碎石攒成大石，以大石叠垒成山。即堆砌。还有一种表现手法，就是在一些丘陵地带和秋天这种萧瑟的情况下表现的一种手法。先勾出它的立面，其实在这种方法中，先把它的立面勾勒出来，然后画出它的立体。使它有这种坡度，要平中出奇，因此在构图上，这几根线条要用这根线条破一下，这样子显示出画面的丰富和变化。这种画法在中国画的创作中比较多见，尤其是在南方一些自然的环境中容易出现。在画的时候要审时度势，比如说这是一个坡面，那么在结构上和平板上要需要打破它的平衡，因此需要变化，可以在坡的底下放上几块顽石，打破它的平衡。起到奇异的效果。要根据画面的不断变化来运用你所掌握的这种前面我们所学到的这种传统的技法和一些皴法，在实践中来完善它。在这些小的地方可以用一些小的结构和乱石碎石的铺垫，打破长线条的这种平衡。慢慢的形成
一种坡的感觉。在线条运笔的时候，要显得富有弹性，不能死板、坚硬。使之更加生动和复杂，富有变化。在这个坡面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水边的江南水边的一种坡的感觉。那么因此在这个主体上，大家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个结构，这一块小结构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的清楚。在这个小结构上运用了这种坡面的结构，使它往后推远，然后在这个结构上，这是阳面，这是阴面，在这个结构上又往前推了一步，所以这种结构的构成和你的对自然的观察，才会慢慢的形成一张完美的画面。土质坡角多呈横裂锐角，必须参差不齐，泉雅交错，渐远渐小。打上你所需要的丰富的点子，然后它的画面就更加的成熟和完整，可以轻轻的用侧锋擦出它的苍茫，同时也丰厚了画面。在结构上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面，这个面是代表了这一块整体，而这个面是代表了这一块整体，以此类推。所以在结构上大家一定要严格的记住，保证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用小侧锋轻轻地撑擦出它的阴面的苍茫，使画面一点点丰富起来。所以山水画的创作，它有别于人物画和花鸟画，它的不断的反复的运用你的所掌握的这种技法，在画面上给它丰富起来，给它厚实起来，有一种丰厚的感觉。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是坡的画法，同时你也可以把它作为这是山根的一种简单的一种方法，而这种山根的这种方法可以接在土上，也可以接在水中。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接在水中的一种画法，然后使人感觉水边的这种水波的这种结合，使人感觉到山根它的自然的完整的一种构图方法。这就是我们所意识到的山根的一种
这在《芥子园画谱》中有很多范本供大家可以认真的学习和掌握。这就是水中的三根，还有一种是陆径的三根，还有田园的三根，我在这儿同样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陆径有土石之分，形势应顺应自然之势，曲折掩映不可全露，只在皴染中留出一线空白，不必勾出陆形。比如说，当我们在自然中看到很多山间小道和你所想表现的田园的一种风景，那么它首先要表现的就是你山间小道和你田园的风光的这种局部的一些结合和局部的一些处理方法。在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你先把你所想表现的山的结构和山间的小结构先把它画出来，比如说这是一块整体的一堆山间的石头，在画的过程中同样也要严格记住它的疏密和打破它的平衡，在画的过程中一定要记住掌握这些内在的结构，比如说这两块结构和这一块结构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局促的这种警戒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结构上你就可以把它拉长一点，打破这种画面的呆板和平衡，而且可以慢慢的往远处推，形成三根的一种自然的规律。这是三径的小路的处理，一定要非常清晰，不要打破它的阳面，千万记住，因为在这个结构上，它始终是保持阳面的整体。这就是山根和小路的衔接的地方，处理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一点，先把这个路径给它做出来，使人感觉一条小路延绵不断的往前伸延。
在处理这个小径的时候，一定要提起精神，使它展现在你的眼前。在三根的处理上，要记住你的整体不能受到路径的破坏。处理的时候，一定要让你山的这个山根，这就是山根和小路衔接的比较自然。在结构上，一定要严谨的、严格的控制好，而这种山根的结构，使人感觉非常的明朗化。这就是你所想要表达的山根的一种自然的手段。这个石头的摆布，使山路一点点、一点点过来，然后在近处有一个打破它平衡的，这都比较平衡。那么这一块是为了打破它平衡的一种构图的方法。然后用淡墨轻轻的梳理它，把路的这种走向表现出来。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做死，使路感觉沿着这个路径一点点延续过来。这就是山根和路径的表现手法。石路同石坡的表现方法，因石径其位置不同，应做不同的表现。画路径的总原则：宜曲不宜直，宜虚不宜实，委委曲曲，时隐时现。打破它的结构，使它更加显示出山根的感觉，在这儿慢慢的接上去，